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我们还是从第五页第四行看起二者法界圆明自在用，是华严三昧也。为广修万恨，称理成德，普周法界而证菩提。这是讲的从体起用，讲的是正报大师在这里给我们说得很清楚，这个作用就是起正报，正报就是我们自己前面呢是讲宇宙宇宙的缘起，这是讲我们的缘起，我从哪里来的文里面有一个专有名词，是华严三昧也。什么是华严三昧？我们不能不知道。华严经、梵王经里面所说的佛华严之六尘上面有个佛字，佛华严三昧之六这以一真法界无尽缘起为理趣，大慈理趣，二修万恨，庄严佛果，谓之华严；一心修之，谓之三昧。这是华严跟梵王经上所说的。那么由此可知，一切一真庄严，我们今天讲的宇宙众生宇宙是我们依报的环境就是我们生存依靠的环境。小而言之呢，我们的身体是依报很多人讲啊，身体是正报身体所依靠的叫依报这也能讲得通最贴近的呢是我们穿的衣服，这是我们的依报，我们居住的房舍是我们的依报我们还有许许多的人事关系你说在一个家庭里面有夫妇，有父子，有兄弟有朋友，有亲戚街坊有邻居再扩大呢，这社会是我们一存不能离开的国家再扩大了在地球然后再往面扩大了，那就是宇宙通通是我们
生成呢是依靠的，啊，无论是自己本身，我们讲正报，以及整个宇宙，都离不开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是什么呢？一真法界就是真如自性。啊，我们前面第一条所学习的自性清净圆明体，啊，只有这个体是真的，啊，一真庄严呢，是从这个体呀发生的，啊。这个大乘经教里面佛常常讲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那这个心就是此地讲的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为什么会变化？无量无边的法界，啊，绝不是不止十法界一真庄严，十法界是讲我们娑婆世界，啊，这一尊佛的教化区，在大宇宙里面，像这样的世界无量无边的，无有穷尽的，都是依靠一真啊所现出来。他为什么会现呢？底下就说了，无尽的缘起啊，因就是一真法界，不讲因，讲缘啊。所以佛法讲啊，缘生啊。通常在大乘教里面，我们常常学习的四缘生法啊，清净缘。所缘缘、无间缘、正上缘啊，这是归纳为这四大类。展开来呢，展开来说无尽的缘起啊，这个是理呀。啊，这个是去向啊。啊，去是讲归去。我们学华严，你看看在此地啊，贤首国师跟我们讲的望尽还原是我们的理趣啊，是我们真正的归宿啊，我们学习的终极目标啊，要回归到哪里呢？回归到一真法界，也就是回归到自性啊。在我们净土宗里面说呢，这个一真法界真如自性啊，就是常寂光净土啊。回归到这个地方啊，才真正叫成就究竟圆满佛了。所以大慈离去而修万恨，这前面四个字重要。修万恨的人多 啊万恨是什么？给诸位说，就是十善业啊，十善业，十大类。如果展开来，在小乘三千为一，啊，展开了有三千条，小乘人修。在大乘菩萨呢，这一展开啊，有八万四千细行呢。
所以学佛从哪里学起？从十善业道学起。最初就叫你学这十条，你没有通达这个理趣。如果你真正明了通达华严的理趣了，那这个十善业就展开了。展开这成万恨呐、万不是数字。它是形容。是也是属于无量无尽无数的行门。不止八万四千。八万四千也是世尊把它归纳起来讲的。真正是我们中国老祖宗常讲的知于至善。这个是庄严佛果。用什么来庄严？用圆满的十善业。所以你在佛门里面看到佛像，这个雕塑的佛像，很少看到这三个字，但是在绘画的佛像，常常有。看佛的身上放光，头顶上有三个字，这三个字呢，有时候是用梵文写的，也有是用中文写的，也有藏文写的，也有，这是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三个字它的发音叫嗡阿吽。这三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十善业道。嗡是身业，阿是口业，吽是意业，身口意三业。身三业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口三业，口四业，不妄语，不念舌，不绮语，不恶口，意三业，不贪，不嗔，不痴。看起来是很简单，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行住坐卧当中，这就叫为一了，那就叫细行。起心动念都不违背也。讲到八万细心，我们还真的不可思议啊！哪有那么多啊？这都无量的细心，那就更不可思议了。这是不是夸大了呢？没有。如果我们真正理解释迦牟尼佛跟这个弥勒菩萨的对话，真正了解三细相，你就完全肯定了，你就不怀疑。你决定不会认为释迦牟尼佛了讲这个十善业业展开为八万四千的，你还嫌他少了。你知道八万四千还是归纳的。
啊，为什么？弥勒菩萨给我们讲，无始无明，起心动念的啊，这一秒钟当中有多少念头呢？啊，有许多同学计算了一下，啊，一秒钟有1280兆个念头，每一念里面都具足了十善业。你想想看，84000细行，是不是太多了？啊，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道理，啊，你总认为佛经里面所讲这个数字太大，啊，好像是有意在那里夸大，不是事实。真搞清楚之后啊，才晓得释迦牟尼佛讲的说法了，谦虚啊，一丝毫夸大都没有啊，跟《金刚经》上所讲的无语完全相应。啊，如来是真语者，啊，真决定不是假话，啊，实语者，实在不虚啊，如语者，如是恰到好处，把事实真相说出来了，没有加一点，啊，有时候减一点，但绝对没有加一点，啊，我们应当信心相信。不能用自己的意思去猜测，啊，那就搞错了。啊，这篇文章的题目《修华严奥旨》，奥是奥妙啊！啊，旨就是理趣。啊，那么这也在现代的人的术语里面呢，这宇宙的奥秘啊，可以说华严把宇宙奥秘给揭穿了啊。这桩事情原本只有佛菩萨啊，菩萨里头还8地以上啊，他们清楚啊。为什么呢？他们亲眼看到了啊！因为什么看到呢？他们真的成就了华严三昧，在华严三昧里面啊，把宇宙的奥秘啊全部揭发了啊。那换一句话说，七地以前跟我们一样听说，不是亲证啊。8地以上啊，亲证啊，往上去8地、9地、10地等觉妙觉啊，他们是亲证啊。这样的人也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啊，他们已经证得，我们正在迷惑。啊，这一些佛菩萨大慈大悲也，来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希望我们呢也能证得，不但证得，那希望我们呢早一天证得。啊，贤首过思这篇文章可以说慈悲到极处啊。啊，华严经太大了。我们依照华严经修行，不晓得从哪里下手。啊，他这篇文章把华严的奥旨
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从什么地方去切入。前面四的这个三段，它一共有六段，前面三段行一体，现在我们学的起二用，是三变，这三段呢是大慈啊，我们用张家大师的话，好懂。张家大讲看破啊，后面三段行四德，入五指，其六观，那是放下。于是我们也能够证得。根利的证得圆满，证得究竟，像释迦牟尼佛在中国像六祖能大师这是上上根人一闻就全悟了。他不是局部，全悟了这个太难得了。往下上中下三根，持俗不等有人悟得快在我们中国历代典籍里面所记载有人三五年开悟的上根人有人十年八年开悟的中根人有人三四十年五六十年才开悟的下根人都了不起为什么呢？都能够悟如华严三昧修华严三昧，念佛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不往生而且往生的品位都很高。这是我们都能够想象得到的。所以放下固然重要，看破也不能够说破。我们学经教帮助我们看破。看破之后最重要的放下。放下什么呢？事善的反面叫事物。那你一定要放下。首先要放下了，不再杀生。杀生。隐身的意思。决定不能叫众生因我而生痛苦，我们的思想言论让众生生起痛苦就等于杀生我们起心动念决定不能占人一点点的便宜。为什么呢？占人便宜就偷盗啊。不但是行为，没有行为动个念头都不可以。那什么？那道心。你虽然没有道的行为，
但是你还有偷盗的念头，你说这个都危险。啊，那么在过去，学佛成就的人多啊，为什么？因为他有伦理道德的基础，他有因果教育的基础啊，从小学成就有根。根深蒂固啊！长大了遇到佛法，十善业道啊，它不难啊，虽然做得不圆满啊，少分它真的能成就。啊，佛法里面无论是出家在家，所有的戒行都不离十善，十善是所有戒律威仪的总纲领。啊，可是我们现在修学呢，就会有一定的困难。啊，为什么呢？我们从小没有人教我们伦理道德因果啊，特别是先前的社会啊，像我这个年龄，小时候生长在农村啊，那是民国20年前后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虽然是没有什么人提倡了，可是影响还在。啊，中国这个社会，因为人多了，啊，地方太大了，国家没有办那么多学校啊，不像现在，现在学校多啊。啊，我们那个时候啊，在十几岁正在读书的时候，一个县大概才有一个初级中学啊，十几个县里面才有一个高中啊，一个省里面呢顶多只有一个大学。那么你就能想到不识字的文盲有多少，太普遍了啊！但是这些乡下农村里面的居民虽然不认识字，他懂伦理道德，他懂因果啊，所以社会非常安定啊，我们现在讲治安很好啊，什么原因？人人都受过儒释道三家的教育，这个教育不是读书，不是上课学来的，是老人教的啊，老人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父啊，父母不认识字，他小的时候祖父母教他的啊，一切比他年长的人都会教他，教他做人的道理啊，教他应该怎么工作啊，怎样处事待人接物啊，就他会做人啊，心地醇厚，没有害人之心
言语有信，说出来之后自己一定会做到，讲信用啊。所以接触到佛法修行，可以说都有成就。遇到念佛法门，要是依照这个道理方法去学习，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唐朝时候，善导大师说过，这个法门叫万修万人去。这个话在那个时候，祖师说我们相信。那时候社会淳朴，为什么能相信呢？我生长在民国20年代，虽然很小啊，我能记事，我记得当时那个社会的状况，人心淳厚。存心欺骗的人太少太少了。遇见到人有苦难伸出援手帮助的人很多很多。我到台�湾民国38年。那个时候台湾的居民600万人。包括从大陆来的这些移民，台湾的社会风气好啊，人心淳厚啊，老成啊，没欺骗人的，我们有一点困难，无论找什么人，他都乐于帮助，就真心帮助你，他不是敷衍的。现在这种风气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这么多年来没人教了，社会上也没人讲了。我们年轻做学生的时代，不但老人教，大人不管是认识你跟你有没有关系的，看你做错事情都会指责你。这就是教育。我们做小孩犯了过失，你走路的人不认识，说这个小孩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我们听，我们不反驳啊。那我们的父母听到了，看到了，会对那个走路的人感谢。你帮我教小孩。那么现在我们传统这么好的教育，至少丢掉了4代，甚至有5代。现在年轻人不知道，他父母也不知道，他祖父母也不知道，可能到他曾祖父母、高祖父母知道。学校现在比从前多了，读书的风气比从前好像是好了。书本由于近视科学技术发达，印刷书的方便，很容易得到，在从前书不容易得到。我记得我们念小学念中学的时候没有书本的，老师上课教一篇古文，每个人要抄写，老师写在黑板上，我们每个人自己抄，抄一本。找不到书啊，哪里像现在这么方便呢？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会是非常非常羡慕，可是现在人不读书，
不读书你就不明理，你就不能大慈离去。虽修万恨，不能够庄严佛果。庄严佛果就是成佛，虽修万恨的不能成佛。念佛不能往生为什么？古大德说得好，说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这就是说明心行不相应的。口里说的再好，心里头没有能够把贪嗔痴慢舍掉。所以说不相应。所以没有成就啊。那么修，此地提醒我们，一心修持，谓之三昧。这一句话，跟我们常常听到古大德的教诲，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是一个意思。中国5000年祖宗教给我们的方法，三字经上前面都有，就教之道贵以专了，专就是一心修持，那我们现在的修学，真的，我们的课程很杂很乱，课程多没有关系。学习呢要一样一样的学，就会有成就。同时学很多样啊，没法子成就啊。现在我们看学校课程，我不知道现在的学校，我念小学的时候，每一天是6堂课。一堂课是40分钟。小学。中学的时候可能一天有5堂课。一堂课50分钟。当中休息10分钟。交杂的编排。第一堂课上语文，第二堂课上数学，就变了。头一堂课还没有吸收，第二堂课换了新的科目。对学生来讲产生了困难困惑。心不能够转。学习的印象不深刻。那么这种方式在中国古时候没有过的。这都是从外国学出来。中国以前私塾。我小时候还念过是半年那个是一年的样子。念私塾。私塾里面老师教学一门课。一门课学完了才能学第二门课。这是我们中国5000年来传统的教学。学一门课怎么呢？一心修持。你比如说你这一门课的时候
大概需要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这两三个月的人就学一样。这个印象深刻啊，真能吸收啊。不可以杂修啊，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那一年我32岁，31岁的下半年跟老师认识的。我跟他1年3个月学了13部经。进度差不多平均呢是1个多月学一部小部经。大概一半是属于小乘经。老师的标准，你学了这部经，你上台能讲，他老人家在下面听，听了他点头了，可以了，这部经算你学好了，你才可以另外学一部。其实我跟他老人家一部经也没学过。我是在我们经学班一共有20多个同学，老师是一个一个的教。教这个同学他是2个人一组上台去讲经，一个讲国语，一个是讲台语，好像两个上台是有翻译，其实他们两个人用的是一样的讲稿。怎么样训练呢？训练讲经的人才啊。我去的最晚，所以排名的最后，还没有排到我，我就离开台中。所以我学的经教是旁听。老师在旁边讲了，我们在后面旁听。那么在那个时候我很幸运。我的记忆力很强，理解力还不错。所以听老师教他们，我在旁边旁听全听会了。他们两个上台去讲，我在下面听听，我就晓得如果我换我上台去讲，我一定比他们讲得好。但是我们没机会上台，老师是按照进门先后顺序。那么副小组，这个是重要这个学习的手段。那这个对我们学经教的人来呢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我们老师这个经学班呢只办了2年就不办了。那我们参加这个班呢对于他的方法呢懂得了。我们自己学讲经。就是把老师所讲的经我们来复讲。我在台中复讲的时候讲过2部经。一部是金刚经，一部是楞严经。楞严经是大经。老师星期三对大众讲。我们这些老学生坐在第一排。尤其是我是跟老师坐面对面的，坐第一个位置，
星期五我们就有个小班，我们这个小班一共七个人，不错啊。我们盛年在一起，盛年如一日啊，这个小班啊，我们每一个星期四，每个星期四，星期三老师讲经，星期四我们七个人聚集在一起啊，同学们推我来复讲，把昨天老师所讲的重复讲一遍。啊，所以老师金刚经讲完了，我的金刚经也讲完了。老师的楞严经讲完了，我这个楞严经也讲完了。啊，所以这个1977年啊，香港请我讲楞严经，我就很有胆子答应到香港来讲起，为什么呢？我已经讲过一遍了啊，而且听众6个人都是同学，都是学讲经的，内行的，不是外行的啊。所以在中国，古老的中国啊，讲经的法师大德居士也有参加的，都是从讲小座出来的啊。讲小座的规矩，尊师重道啊，决定不能发表自己的意思啊，这是忌讳，老师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啊，可以漏掉，不能够增加啊，你增加你自己的这个错误的啊，记得不完全的时候漏掉几句没有关系啊。这是什么呢？学谦虚，学忍辱波罗蜜啊，自己有再好的见解都不可以提出来，你都要忍辱啊。所以学习里面呢，确实它有道在呀，啊，尊师重道啊。有时候我们年轻自己以为不错，有悟出，其实往往那个悟出啊是有错误的啊，自己修行功夫境界还没到那个程度啊啊。所以老师怎么讲我们就怎么讲，讲错了老师负责任啊。所以从前这个教学啊，的确是有它的长处啊。所以我们在台中亲近李老师，李老师还是用教私塾的方法来教我们啊。以后我出家了啊，我一出家就被白胜法师找去啊，在他那个三藏十菩寺的三藏佛学院里面教书啊。我出家没做过学生，头一剃就去当老师去了啊。这个星云法师指导我了，朱云法师介绍的啊。朱云法师在台北听我讲过几次经，听得很欢喜啊，介绍我给星云法师。所以佛光山邀请我，我在佛光山做了10个月的教务主任啊。那个时候我向星云法师建议啊，佛光山这个东方佛教学院有100多学生，好像有130多人
我跟他建议，我说我们在台中，这个跟李老师学习这个经验的方法好，可以把学生分组，三个人一组，专攻一部经，那130个学生。这样分发了，就有20-30部经啊，专攻啊。如果10年下来之后，我估计可以出20个戒除的讲经弘法的法师。他听了之后也很欢喜，说那就不像佛学院了。我说不像佛学院是真能出人才呀。所以以后他就没有同意，没有接受，还是要让佛学院请很多老师，还是交叉的这个课程。那么我们心里很清楚，这个交叉上课这种课程，4年出一个讲经的法师很难。你看我在台中，我学一部经能够上台去讲1个月的时间，法喜充满很有自信心我跟李老师1年3个月，就是15个月，学了13部经。以后我教佛学院，1个学期才教1部，3年学生毕业了，我才教了6部，还有7部啊，还没拿出来用。这是我亲身经历，我知道中国古人教学这个方法好啊，一心修之，一心不二用啊。你在这1个月当中，你所想的、所思的，就是这一部经，你不杂不乱，所以它有成就。那我们现在看看现在学校的教学，我感到这些学生很冤枉。很不行，不是教不出来，方法错了。教学最怕的是乱，最怕的是多。教之道贵一传，学之道还是贵一传。你才能出得来。我这一生算很幸运，遇到这3个老师，都给我说这么一个原则，就是学东西要专心，要专攻，要一门深入，才会有成就。那华严三昧是什么？就是得一心不乱，用华严经。华严经讲十波罗蜜，他修学的纲领，普贤菩萨的十愿，文殊菩萨的十行，布施、忍辱、持戒、布施、持戒、
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再加上方便愿力智，是波罗蜜。啊，这个圣门展开，无尽的法门。啊，普贤菩萨的誓愿就是法界无尽缘起的理趣。所以大师在此地讲啊，大慈离去而修万恨，庄严佛国啊！怎么修法？一心专修，这就是三昧。无量寿经上有这么一句话，得佛华严三昧，宣唱一切经典。其实，最重要的是得三昧。你就能贯通一切经典啊！一华严称为华严三昧，一法华称为法华三昧，一楞严称为楞严三昧啊！一无量寿经称为念佛三昧真的要一门深入啊！啊，不可以多。这个都不可以杂啊！在中国，古大德给我们做了很多的示范啊，所以祖师大德常常劝勉我们，提醒我们说：“一经通，一切尽通。”一个法门证得了，一切法门都证得了。啊，《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我们希望通宗通教，邪密圆融。啊，是处是法无所不知，啊，无所不能。我们这每个人期望的呀，能不能做到？能。用什么方法做到？一门通达，门门通达了啊！为什么？一切法不离自性的三昧是见性的唯一的一个门径啊！三昧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正受啊，三翻作正啊，昧这个音翻作受，也就是禅定啊。佛在经教里面告诉我们，六道凡夫所受的都不是正受，受什么？享受啊，享受不正常。那为什么不正常呢？佛把六道凡夫种种之受啊，这个生活上的感受归纳为五大类啊，叫五种受：苦、乐、忧、喜、舍啊。身有苦受，有乐受；心呢，有喜受，有忧受。啊，除这个之外，暂时身没有苦乐，
心也没有喜，这叫舍受。啊，舍受很不错，但是时间太短了。啊，苦乐忧喜的时候，一会他又来了。啊，所以这叫舍受。如果是永远都住在舍受，苦乐忧喜不会再起的，那就叫三昧。啊，所以佛说，永远舍弃这五种受啊，三昧就现前。啊，那这五种受是不正常的，啊，三昧是正常的，啊，三昧你就像是身没有苦乐，心没有忧喜，啊，永远保持在清净平等觉。啊，心是清净的，心是平等的，觉而不迷呀，这就是三昧。啊，那一个觉就贯通一切法了。啊，我们迷失了自信，所以对于一切法也都迷了。啊，觉悟之后啊，这一切法没学过的也通了。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实现的。啊，这个实现一定要知道，要放下。他在12年的修行当中，啊，烦恼障没有了，到处参学，寻思访道啊，啊，在那个时候，印度宗教界、学术界，他都亲近过。听了不少东西，看了不少东西，啊，最后在菩提树下，把12年所学的也放下了，啊，这入更深的禅定，才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所以证得无上菩提，啊，这一年世尊30岁，啊，开悟之后就从事于教学，啊，讲经教学，79岁圆寂，讲经说法49年。啊，49年没终止过。第一个人也是讲经教学。啊，对广大的群众也是讲经说法。虽然没有排定课程，说法不中断了，啊，那么佛灭度之后，学生把佛所讲的东西从记忆里面把它写出来，啊，由同学互相印证，啊，证明你所记载的没错，啊，老师是这么说的，传给后世，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经典。啊，经典不是世尊在世的时候写的。啊，这些经典世尊没有看过。啊，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啊，那个时候佛的学生很多。
修行正果的人不少啊，这些人来做认定啊，肯定记载没有错误啊，这个经才能传下来啊，传到中国要通过翻译，有没有犯错？这个很难说啊。我当时学佛对这个很怀疑啊，因为我们现在遇到在国外啊，我们把佛法介绍给外国人，通过翻译，能不能翻译的完整呢？不能。翻译的同学告诉我，他也很谦虚啊，大概只能翻多少呢？六成，还有四成没法子翻译啊。那么我们想想，佛经到中国来，这翻译情形怎样啊？所以玄奘大师有怀疑啊，亲自到印度去啊。啊，他去干什么？就是怀疑他以前啊，这些大德们翻的经有没有犯错？他到印度去了，在印度去了17年，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证明。他没有批评说以前这个翻的经啊，哪一部经有错误，他没说。啊，那就是说，他给我们肯定了，没犯错。啊，他自己回来之后也犯了不少。啊，实在讲，玄奘大师已经最大的功德，不是他自己犯的，是他把前面的这个古代的这个翻译的时候啊，他肯定了，给我们后人增长了信心。这个功德太大了。啊，这是菩萨出现的，这不是普通的意思啊！啊，所以一般人呢，只重视他哦，到印度去取经啊，一连有1000多卷的经典留下来，啊，我看法不是这样的，啊，我的看法，他的视线最重要的是肯定过去这些大德已经没错。这个才真有意义啊！那么我跟李老师学教，向他老人家提了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他说中国过去翻经的这些大德都是修行正果的人啊，不是普通人啊，普通人哪里做得到啊，至少都是三国以上啊，在小乘三国阿那含，那在大乘三国华严经里面，五性位的菩萨，六性位的菩萨啊，七性位就是阿罗汉了啊，不简单的 啊，那我们现在晓得初性位的菩萨，他断烦恼的功夫跟小乘须陀洹是相等的啊，也就是说三界88品见惑他断掉了啊，那三苦三界88品思惑前面6品断尽了啊，剩下的是什么？剩下是见惑的习气啊，72品断尽之后证阿罗汉果，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
哪里是普通人呢？啊，那我们现在晓得，在高僧传里面记载的，啊，梵经法师里面有很多古佛再来的，啊，化身菩萨再来很多啊，身份没有暴露啊，我们不认识啊。啊，传说当中，这个身份有漏的，啊，那我们晓得智者大师，啊，这个是日本、韩国都知道，释迦牟尼佛再来，啊，永明延寿大师、善导大师，啊，还有国清寺的风干和尚。这三个人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近代的印光大师啊，我们知道是西方大势至菩萨的化身，这不是假的啊！所以老师告诉我，中国人有福报啊，感动这些佛菩萨来应化。啊，来帮助我们把梵文经典呢翻成中文，啊，利益这一方的众生，啊，这个在世界上比其他国家的人幸运太多了，啊，那么现在去佛年代久远。梵文经典呢，多半都失传了。啊，现在佛法存在这个世界，最丰富的就是汉文大藏经，啊，中文本。啊，这里头最重要的还是要真修行才行。啊，真修行那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啊，贪嗔痴是障碍啊！啊，不但障碍我们修行正果，障碍我们的悟性。贪嗔痴慢重的人，即使天天读经，天天听经，不容易开悟。啊，烦恼习气太重。啊，他很想学也没办法。啊，哪些人容易开悟呢？烦恼习气轻、淡薄。啊，这种人容易开悟。啊，所以放下看破就非常重要。啊，真正修行的功夫就是放下。你能不能把贪欲放下？啊，贪的是什么呢？五欲六尘。啊，五欲。财色名食睡，你能不能放下？不再执着了，不再计较了。啊，中国人所谓淡泊名利也。啊，越淡泊，悟性就越高。啊，对世间的欲望太多太浓，这造成了障道啊。啊，学道非常困难的，所以老子也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就是放下。啊，你想学道
你对这个世间的欲望越淡薄越好。啊，所以他跟世间求学不一样，求学呢希望天天增加，就学道啊要天天放下。啊，我跟张家大师三年，大师教导我的就是教放下。啊，我们学华严经这么多年。华严教经教我们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妄想。啊，妄想就是起心动念，这三样东西统统放下了，你就成佛了。啊，放下分别执着，还有妄想，这是菩萨。啊，放下执着，还有妄想分别，那是阿罗汉。如果这三个都有，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是全的，你自己一定要知道，无论你修学的怎么好，你没有离开六道轮回。啊，你出不了六道。六道是什么？六道的业因就是执着。啊，执着最明显的就是控制占有。啊，这是最明显的。啊，所以我们想想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当年在世。啊，在物质生活方面。他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三衣一钵，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表演给我们看呢，他真放下了啊！啊，每一天到处劝化了。讲经说法就是劝人，教导人。啊，教什么呢？应机施教。啊，上上根人，帮助他转凡成圣。啊，中上根人，帮助他破迷开悟。啊，中下根人呢？帮助他断恶修善，那那就是什么呢？什么叫中下根人？分别执着心很重，没法子放下。啊，那就教他断恶修善。啊，如果卧不断，他将来堕三恶道啊，在六道里头很苦啊。哎，他知道修善的，他生生世世能在三善道，这是世尊帮助他不堕恶道啊。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体会到轮回。因果的教育太重要了，这是事实。啊，绝对不是佛菩萨了欺骗人。啊，用它来劝导人断恶修善的一种说法，一种手段，那你就错了。佛所说的完全是事实真相。啊，善因肯定有善果，恶因呢就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那欠命的要还命啊，欠债要还钱呐、啊。
真真其如佛法，你就明了。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一生啊，想占人家一点便宜，能不能占到？占不到。我们受人家欺负吃亏了，有没有吃亏？没有，没有吃亏，也没有占便宜。啊，占人便宜怎么样呢？来生要还人吧，你怎么能占到呢？还的时候还要加上利息。啊，吃亏能忍让，那吃亏是福啊，消自己的业障啊。如果吃亏的时候有怨恨、不平、有报复，那就麻烦了，那就演变成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这个事情麻烦就大了。啊，所以学佛的人绝对不能有丝毫占别人便宜的念头，当然更不会有这种行为。啊，吃亏要让，要忍。啊，要知道不能够有怨恨，不能有不平。啊，欢欢喜喜的接受，和账就是了了。这一了了，我们的灵性就提升了啊，所以它能帮助我们提升啊，不是坏事，是好事啊。啊，这都需要明理它才能做到，要不明理它怎么能做到啊？所以只有真正明理的人，他才能广修万恨，积功累德了。啊，他不会想错，他不会做错。那么《华严经》讲六十华严，啊，就是晋朝时候第一次翻译的。三十七经就是三十七卷，普贤菩萨正受三昧，其三昧名佛化言。那讲什么叫佛化言？普贤菩萨所修得的，那就是佛化言啊，佛化言三昧啊。大乘经里面常说，菩萨不修普贤行，就不能成佛。这句话告诉我们，不修普贤行，你就不能明心见性。那这见性成佛吗？啊，你就没法子明心见性啊。普贤行跟菩萨行有什么差别？啊，你看菩萨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是大乘常说的啊，六波罗蜜。为什么不能见性？真的不能见性。那为什么呢？虽然修这六个法门呢，他的烦恼习气没有放下，没有舍掉，也就是说他贪嗔痴慢心量很小啊。普贤行的特色就是念念呢跟虚空法界相应啊，念念与性德相应，
你想想看，你看他这个十个纲领啊，普贤行是在讲，整个华严经所讲的都是普贤行啊，但是在最后，普贤菩萨说了十个大纲啊，十条总纲领，第一个礼敬诸佛。你想想他心量多大啊，礼是礼貌，敬是恭敬心啊，从内心里面发出的恭敬啊。诸佛是什么呢？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啊。过去佛我们在佛经上念到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啊，过去三千尊佛，现在三千尊佛，啊，还有未来的，啊，未来的佛是谁呢？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啊。他尊不尊敬？他是瞧不起这个人，啊，不喜欢那个人，那对佛就不恭敬。啊，对人你没做到，所以你那个礼佛了，你只拜了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你没有拜到啊。而礼敬诸佛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未来佛啊，你要能够礼敬未来佛，你才能成佛。这个意思要懂啊！啊，未来佛就是一切众生，一切众生不是一切人呢，一切人是未来佛，一切动物都是未来佛。啊，为什么呢？佛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一切有情众生皆有佛性。有情众生就是动物，那么植物算不算？矿物算不算？啊，普贤菩萨通通都算了。华严经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情是有情众生，啊，动物，啊，无情那就包括了植物跟矿物。没有一样不尊重啊，没有一样不恭敬啊！啊，人世里面好人恭敬，坏人也恭敬，为什么呢？他是未来佛啊！啊，他自己做种种不善呢，那自有他的果报。那我们修华修普贤行的人的时候，那就要恭敬他。平等的礼敬啊，称赞呢那就没有了。你看他第二愿呢，称赞如来啊，他不讲祝福，祝佛是从相上讲的，如来是从性上讲的啊，他的思想言行与性德相应，要赞叹，不相应不赞叹，有礼敬没有赞叹。善财童子在五十三参里面表演给我们看过啊，你看他参访甘露火王，有礼敬，有供养，没有赞叹。啊，他去参访圣热婆罗门也是没有赞叹啊，有礼敬，有供养。啊，为什么呢？圣热婆罗门表现的是愚痴，甘露火王表现的是诚慧，贪嗔痴啊，与自信呢相违背的
啊，不管是顺性，是违背自性，但是自性是一啊，所以差别在这个地方啊。做恶的人不能不恭敬啊，他有困难的时候不能不帮忙啊。啊，他做坏事，我们不去帮他；他做好事，我们就去帮他。你看普贤菩萨的心量多大？啊，真的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所以六波罗蜜跟普贤十愿呢，要一相应，啊，一圆融，那就是大慈离去而修万恨庄严佛果了，啊，那叫修普贤行，啊，所以普贤行十愿里面，每一愿里面都有十波罗蜜。啊，那么这个一定要懂得。后面呢，我们再看一段《华严经探玄记》里面所说的，《探玄记》第十七啊，第十七卷，他先说声明。解释啊，这个名相以因心华严成果相啊，令显著故啊，显是明显啊，因地上是修华严，华严三昧也啊，前面所说的啊，成佛的果相那么第二呢，加提心啊，提心者法界行门，心海为体，以等持广大无限量故。这个里头几句话很重要。一切心，总名称都叫法界行门。为什么？你没有离开法界。像我们这些年来啊，特别提倡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都是法界行门啊。怎样修呢？你得用真心啊，用真诚心，用清净心，用正觉心，用慈悲心去修啊！如果没有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与法界就不相应啊。那么，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大菩提心。啊，菩提心是我们的真心啊，用这个心去修，修布施，修礼敬，修持戒啊，修赞叹，你把文殊的实行
这十个行门的纲领，普贤菩萨的身愿，你把它合起来。愿里头有行，行里头有愿，都是圆满的。那这个一心，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五种，五种就叫一心。啊，真诚，真诚里面就有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慈悲心里面一定有真诚、清净、平等、正觉。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啊！啊，这样修才如法了。啊，一等持广大无限量故，啊，等是平等，持是永续，啊，大行大愿，于自信的信体、信德圆满的相应，啊，第三呢，给我们讲应用，啊，应用啊。有二啊，一依此显说华严法，故无量寿经叹菩萨德种，言得佛华严三昧宣说诸佛经典啊，这是其中其用，你看看。一体其用，就有这样殊胜的内容啊！华严在中国可以说所有宗派里面都肯定都承认，这一部经是一切经的根本，叫根本法论。一切经呢，皆是华严卷书，啊，好像一棵大树一样。华严是根本，一切经呢是枝叶，都离不开华严。啊，华严地区太大了，讲一遍不容易啊。啊，列在祖师大德讲经，历史上没有记载。唯独讲华严，那要大书特书啊。那么由此可知，世世代代人呢，对着这部经都非常尊重啊。经的分量实在太大了啊。过去李老师发现啊，把华严经讲圆满。华严经是八个同学齐秦的，啊，这八个人当中有我在内，啊，因为那个时候老师常常讲往生，我们希望他多注释，啊，就找这么一部大经，然后八个同学一起齐秦，他就答应了。经没讲完，他不能走嘛，哎。没想到的时候，他经讲了一半，他也走了。啊，他原本是答应我们，这部经讲完之后，再讲一部《弥陀经》，他才往生。啊，他这个话没兑现。啊，当然这里头有特别的原因。啊，真正的这请佛住世啊。是要我们依教奉行的，不是找一部大经啊，就能够把它留住的。啊，我们是想错了。啊，那这部经细讲一遍，真的不容易。啊，我过去从民国60年开始，好像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也只讲了一半。啊。因为那个时候啊，
出国的这个时间太多了。啊，一年总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国外，断断续续，我记得好像前后有17年，讲了一半。啊，那个时候没有这些科学技术设备，没有留下录音。啊，这一次的缘分，本来我不再想讲华严了。啊，因为我接触到无量寿经之后，梅光义居士在序文里面说得非常详细，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就是小本华严，那华严经就是大本阿弥陀经，一二三，三二一，所以我就想了，那我就一生去讲无量寿经好了。所以无量寿经我讲了11遍，那第11遍没讲圆满，讲了一半。那第11遍是细讲。那么这次华严经是三个人起行，啊，第一个人是北京黄念祖老居士，啊，他老人家啊当面给我讲过几次，希望我把华严经讲一遍。啊，第二个是我们台南的开心法师，这都不在了。啊，每一次见到我都提出这么一句，啊，你一定要把华严经讲一遍。以后恐怕没有人再讲了。啊，最后一次是我们韩馆长往生前两天，啊，非常恳切，啊，希望呢把这部经讲一遍呢，这个留一套录像啊，给后人做参考。啊，我为了安慰他，我就答应他了，好。啊，没想到呢，他真的就走了。啊，三个人起行。啊，第二年，韩馆长完成第二年。啊，我移民到新加坡，把这些事情啊给李牧原居士。李牧原居士很欢喜，哎，就在我们新加坡居士林起讲，啊，他也非常虔诚恭敬，啊，来起讲，所以这个语言成熟了，啊，就在居士林啊开始，啊，以后我们移民到澳洲。啊，澳洲我们建自己有摄影棚。啊，那么录像的效果呢，越来就越进步了。啊，那么讲到现在，讲了4000多个小时，啊，都有光碟在流通。讲了多少呢？才讲到10著品。啊，全经大概是1/5，那照这样的进度，我们估计一下，全经讲完讲圆满需要20000个小时，真不容易啊！啊，所以我这一生能不能把华严经讲圆满呢？也不敢说啊。啊，所以我现在告诉大家。我每一次讲的都是圆满的，你们真正在华严经有体悟啊，你就相信我这句话。啊，每一次2个小时都是圆满的。啊，只要你真听懂了，
你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呢，肯定得殊胜的利益。第二，他第二个意思，依此显示华严行，前面是讲华严法，方法，这真干了，落实了，孔子讲的学而时习之，前面法是学，行是习，就是把华严落实在日常生活上，怎么落实呢？就是文殊十波罗蜜，普贤十愿，变成我们自己日常生活。你真的在修华严呐！无上云：世界忍辱精进禅定方便智慧诸功德，一切自在难思议，华严三昧是离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后面有方便，有愿力智，这是华严经上普贤菩萨教菩萨修学的十个纲领。普贤菩萨的十大愿呢，把文殊菩萨这十个纲领把它扩大，扩大到变法界、虚空界，不可思议了。每一愿里面都有十波罗蜜，十波罗蜜里面每一个波罗蜜里面都有普贤十愿。这叫普贤行。在日常生活当中表演出来呀，真正做到那么这个叫做华严三昧所以这个文底下讲的为广修万恨，称理称德。理是前面所说的自性清净圆明体，与性体相应，那就是德。在我们中国人一般称自信，这称之为道中国人讲道德自信是道道是一切万物的根源，万事万物是从它而生的它是原始，它没有声音，像前面讲的非声音之所生它没有声音可是一切万福万法从它而有能大师讲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一真庄严就是万法那我们能够知道这桩事情，这叫解悟，这不是证悟我们是接受佛菩萨的教诲，对佛菩萨有信心，我们能够接受，能够不怀疑，
啊，随顺佛菩萨的教诲，依教修行。那修是修正，行是行为。我们过去对宇宙、对万物想错了、看错了、做错了，现在我们把这些错误修正过来，这叫修行。那在我们凡夫如何知道我们想错了看错了？读经，经论，用经论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用戒律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我们日常言语造作，看看戒经与戒经相应的正确的，与戒经相违背的是错误的。错误的一定要修正过来，正确的要好好的保持。这叫修行啊。行门呢，无量无边呢，称为万恨。这个字也念去身，念恨，恨是动词，就真干称离真德，就是与自性相应的，这是德。普周法界二乘二正菩提，菩提是大觉，就是自性本觉。起心论上说，本觉本有，不觉本无，这是正觉，这是大觉，也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成佛了，成正觉就是成佛了。那么这里的关键的四个字呢，就是普周法界。我们修布施的心，那个心要普周法界，你的心要平等。事不平等呢，心平等。我们持戒，事上也不平等，但是心平等，都是普周法界呀，念念想到。为什么呢？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华严经最殊胜的教诲就在此地。是一不是二啊？为什么呢？一个自性清净圆明体里面所变现出来。无二无别了。所以什么是自己？变法界、虚空界，哪一个不是自己？你要不懂，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做梦，你梦醒了之后，梦中所有境界，哪一个是我？梦是自己心变现的，梦里头有自己，所有一些人还是自己，所有一切万物也是自己，除了自己之外什么也没有。梦醒了知道了，现在我们慢慢觉悟了，知道变法界、虚空界就跟梦中境界一样，全是自己，这就正确了，这叫佛知佛见。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